从古至今，对自我的追寻就从未停止过。曾经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后来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随波逐流。世间万物无论多美，总会消失。白雪、岩石、冰、水流，我们无法留住永恒，我们只能真实地看到现在，看到动人的瞬间，想象之外的景象。有些路注定是留给不一样的少数人走的，他们享受在路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走得越远，未来就越近。在这些路上，你只能独自一个人，在未知的旅途中风雨兼程。学会坚持，学会在迷茫时自己决定方向。当你短暂停下脚步时，你会发现，不经意间已经到了远方。其实，你已经为世界走出了一条新的路。你走的路越多，就会遇到特别多的人们。我们有时候会问自己，这世界如果少了些东西，会变得不一样吗？在寻找不同时，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，不再追随那些世俗的脚步，感受现在。微风、溪水，这一切让我重新找到了路。世间万物无论多美，总会消失，我们无法挽住永恒，我们只能真实地看到现在。热情、淳朴、好客，而这里就是我们想象之外的景象。结束一段疲惫的旅途，来到塔拉